Hello，大家好，我咪波波 Carmen 啊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口罩，咁系一个中筒嘅口罩嚟嘅，韩国 Lauer，咁系一 KF94 啦。咁其实咧 KF94 市面上都好多，我哋都有卖。咁但系咧，你问咧搵啲中筒嘅咧，其实真系好难嘅，即系比较细啲嘅。咁呢一个咧就系6至12岁嘅，咁同埋呢个咧都系喺呢个韩国嘅食药局个 list 度嘅 on list 噶，咁即系咧有信心嘅保证啦。咁你開咗個俾你哋睇，咁咧佢係每一個都係獨立包裝咁樣嘅，咁一盒啦50個裝，係啦，就好可愛嘅。咁咧佢個口罩就係咁樣嘅，係啦。咁同我哋大人嘅 KF94 都一樣啦，不過只不過細個少少。咁咧佢有一個好特別之處㗎，因為咧可能咧有啲細路仔都會好似大人咁樣戴咗，都會呢啲位都會痛啦。咁佢咧有個口罩扣俾你嘅，係啦。咁你可以咧扣又得。系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咁样扣住，或者你戴翻平时饮耳仔都得，因为咧，如果有啲小朋友可能想贴啲，但系其实咧戴耳仔有少松嘅咧，你可以用扣嘅，系啦。咁即系咁样咧，就会比较多嘅小朋友弹性啲可以用咯。譬如可能细啲6岁嘅，咁同10岁其实有时你买口罩都会觉得，哇个 range 争咁远，个头都争得远啦。咁你譬如可能12岁，咁你咪就咁扣耳仔咯，或者你6岁嘅时候，咁你可能有少少呢啲位。漏嘅，但系大家知唔好有窿窿罅罅嘅，咁就用啲扣位套实去咯。咁呢个好正啊，啲质量好好噶，咁就50个装记得。咁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哋网站买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